好，各位好，又翻嚟 Pokemon 特别篇 web。咁今次剧情咧，我哋依家冇讲剧情住，我哋依家咧就要捉一只鲤鱼王嘅。我哋依家捉一捉只鲤鱼王先。好圣洁，福德，福德 ，nice 电磁波。跟住我哋直接用精灵球，好收复咗只精灵啦。呢一个系鲤鱼王啊。冇性格啊，话可以 ，OK。佢其实50几咧，对我都有着数，因为我唔使升。但系唯一一个问题就系冇努力值佢噶。哎呀，我哋本身系咩度嚟噶？呢、這个，再下一个，呢、這个，系啊，喺呢度啦。OK， 咁我本身有神奇糖果喺身啦，就可以帮佢进化嘅。神奇糖果喺边度？又喺呢度。好，我哋 save 先，费事嘥咗嗰一粒嘅糖果。50咧，依家会唔会唔进化？唔识进化会唔会？诶、欸，有啦有啦有啦！我哋睇下呢一只嘅鲤鱼王会变做咩颜色嘅鲤鱼龙啦。即管睇睇啊！以前就见正常颜色就蓝色啦，跟住之后见到一只红色，哇！我觉得应该同嗰只我哋熟悉啊，唔系应该系最近期见到嗰只应该一样颜色嘅。我都系红色啫，呢只。哇！水龙啊，佢变咗，哇！水龙劲抽呢只。但你冇记嘅师兄，OK 冇问题嘅。诶，既然系咁，其实我想捉一只加工喎。既然系咁，不如我去捉一只加工啦。其实都唔使啊，直接捉都得啦，咁渣呢啲。换做皮皮优先。哦，唔系加工。Oh my god！ 出动先，好劲嘅，即刻开始次次都结冰嘅，点解可以？好低啦，精灵球。我望啦，又唔系加工嘅黐线，哇！哇呢只45仲高攻过只54，佢嗰个 B 加或者嗰个能力值系咪代表佢嗰个个体值啊？可以计下，我啱啱先留意到，依家月桂叶个特工系 S， 我哋即管睇下啦，我哋睇下佢嗰个咩先。系啦，30以上就可以去到 A 啊嘛。OK， 咁我大概知道究竟点做。哇，唔好啊！好，D 减嘅攻击，唉，翻屋企啦。好，啲鲤鱼王全部唔用得啦，因为冇一个性格加工。佢减防其实我都冇问题，我自己觉得忙啊。C 减，系大镬啦！当我识睇呢啲能力值嗰个评价之后，我发现咧，我应该开始要系咁捉到啲劲数值嘅精灵。哎，哇！呢只劲 S 攻击要得啦，呢只 OK， 我哋可以用手表望下呢只劲，我呢只30啦，见到啦，30攻击速度10都还可以，因为鲤鱼龙我自己觉得啦，鲤鱼龙佢。其实速度嚟讲唔算话真系好紧要嘅、啊，最主要都系佢嗰个嘅，系佢冇咗威吓喎呢只，佢呢只冇咗威吓，好大问题咁样。哎呀 ，OK， 咁我哋用呢一只嘅呢两只水系，加呢只冰系，再加一只雷系，再加迟呢一只嘅奇异花，系啊，火系嘅奇异花，咁啊大概 OK。俾唔俾佢进化呢？因为而家俾佢进化先啦，定系我學習装要俾鲤鱼王呢？都得嘅，學習装要俾鲤鱼王咩？跟住大力蛙照用翻木宝，唔系大力蛙照行头。所以咧，唔单止俾佢走甩咗，而且咧一个消防员而家仲知道我哋组织嘅秘密啊！哦 ，OK， 冇错，我哋好宝贝咧任务失败咯。变形人咧，佢已经被处理啦，仲有正宗咧 ，OK， 佢逃走咗。特使啦，我需要你联系消防部门。对面同埋单仔仲喺度打你，佢哋嘅道馆系啊，长官，我要你咧将佢哋带过嚟。仲有内特有个任务，我要你去咧嗰个柳金岛咧截住嗰条友仔啊！你使唔使叫我去啊？长官，唔使过量，你留低。今次我唔会失败，但愿如希望系咁啦。我想向你咧介绍一位新成员，吓、啊、粉红啊，系时候采取行动啦！哎，
而家佢要加入去啊，因为真系伤害咗佢定咩？唔系好明啊，应该又系做卧底咯，我觉得应该冇咁易会咁样走入嚟啊。而佢揾正宗有机会同佢讲声啦，有机会。我估计啊，好多怪个海，成个海都系怪，大佬。诶、欸，花子女士，哈，你已经赶上咗我哋啦。你好啊，花子女士。诶、欸，仲有 Green 啊，阿妈你识小茂嘅？佢叫 Green 啊仔，唔系、啊，佢应该叫小茂，我对手嘛，我哋从细就识噶。啊 ，Oh baby， 佢个名咧系 Green 嚟嘅，你两个咧见过面噶啦。啊，我哋见过噶啦，冇事嘛，有事诶，冇事冇事，我只系想一个人留低我啊，静一静。小智好似你，佢想成为咧最伟大训练师。当佢攞第一只精灵咧，佢好开心。当佢开始旅程咧，佢被火箭兵团咧攻击咗，伤势好严重，住院咗一段时间。当佢醒翻咧，佢对发生嘅事冇任何记忆。事实上咧，佢最终幻想咗咧，从未有过嘅冒险故事。FF， 你点解唔直接话俾你？佢我仔咧唔忍心伤害佢，但系啲咩啊？佢可以康复咧，就已经奇迹嚟嘅。一啲假记忆有啲咩唔好啊？唔会伤害到任何人，亦都唔会伤害到佢。我要揾我仔啦。而家点算啊？我哋做啲探索啦，杀手酒店又嚟啲咁恐怖嘅名嘅，好似呢家格拉格拉咩俾你？阿基扎太烦，佢真系个八卦女王呢、這个好冇咩特别啊，啲闲话家常。但系太细冇办法入去啊！搞错，我太细入唔到去。阿 Red 嘅姓，阿 Red 嘅岁数唔系应该系都有14岁？你啲咩喺度？救命啊！男朋友有危险啊！边个嚟噶？当我嚟处理啦，启暴龙。今次到嘅呢个，多谢你救咗我，以为我死紧啊！好乐意帮忙啊！一定要随身带住喷雾。我注意啦，非常感谢你个勇敢嘅孩子。你识我嘅？你上过电视啦，关刀冠军哦，系啊系我，我估你咧都系嚟咧拎呢个胜利者之杯啦，睇我哋将来会有交集嘅。你可以咁讲啦，目前为止你个骨子群都点啊？佢同咧关刀好唔同啊，呢啲精灵咧睇你又奇怪又滑稽，同时咧好危险。幸运嘅系咧，我哋有管主啦、警察同埋协会嚟保证我哋安全。精灵协会，啊？哦冇啊，即系咧同佢哋有啲唔好嘅交集，佢哋唔系啲咩好人，做好多坏事。坏事吓？啊？我要走啦，好高兴见到你。佢叫咩名字？呢、這个应该就系嗰个咩嘛？应该就系最后一个馆主啦，佢系。但我唔知道，唔记得佢叫咩名字，唔记得佢叫咩名了。哎，有馆有道馆啊，流丽。OK， 呢度做咩啊？一齐还好嘛？多谢关心，头先嘅事好抱歉啊。一切嘅已经过去啦，我哋揾呢个酒吧啦，啊酒店啊，嗰、那个豪华嘅。OK， 拎埋精灵球先，神奇糖果呢度，好行错路，跳过唔好，留低最好，留急到酒店最好。哈，嚟到阿妈我嘅孩子啊，我嘅骄傲，我嘅欢乐，我嘅生命，我嘅星星，抱歉啊，但系你喺边位啊？浩儿，你唔记得咗你自己阿妈啦吓？浩儿呢个男仔咧，佢嘅名叫小智，系我仔嚟嘅。佢一定系浩儿嚟噶，我谂你个仔咧，浩儿一定好似小智，系啊，冇错啊，浩儿咧，佢自己嘅旅途咧都系想成为精灵训练师，我就系咁做啊，你个仔一定好中意精灵，你知唔知啊？我觉得咧，你同咧浩儿比我想象中更加似，哦，唔好意思，我忘记咗自我，我系刘丽，原来呢个就系刘丽啊，豪华酒店嘅主人，你系馆主，你有呢间酒店，所以你唔止系服务生嚟噶咯，可唔可以打个折啊？唉，真系个贪婪嘅女人。打折你都系免费住啦，我哋通常唔会提供呢啲特别待遇，但我真系好中意你呢班靓仔，好抱歉留我阿妈咧，可以，当然可以啦。我想同你嚟场比赛，哦，我哋听日就可以比赛啦，唔使咧咁着急喎。嗯，你哋好嘅话，我好似一个真正训练家咧一样咧，留喺精灵中心。咩话大 Green？OK。哈哈，唔使理佢啦，我哋今晚咧要住呢一个一家咧五星级嘅酒店啊，太令人兴奋啦！我哋到咗啦，呢个酒店太壮观啦，我要出去散散步。咩话？唔会系嘛？散步？嗯 ？B D 龙喎，见到
点解呢个花子瞓咗？我哋全部人瞓喺同一间房啊！我最好系瞓觉啦，去太期待明天嘅到来。我要出去。吓，受到保护？最近有人咧见到火箭兵成日喺呢一个流金度救下我哋啊！哦，一个关注囚犯嘅秘密房啊，真系好，我就知道呢个女人咧咁好，点会可能系真？一睇一知老巫婆嚟。需要去了解另一个人亲爱的，你冇听嗰个好奇心害死猫？你睇下，我对我的工作好自豪嘅，做馆主啊，唔系作为一个咧儿童绑架者啊！你睇下，当我生咗我仔嘅时候啊，个喊声同埋尖叫声永远印喺我脑海度，我忘记唔到呢个听过最美妙嘅声音。声音越大越好啊！唉，糟糕啦，呢婴儿咧受唔到呢啲咁嘅伤害，死一回。你呢个变态！我唔系变态，好伤心，我挂住我仔，我想再次听到同样嘅喊声同尖叫。你杀咗佢，呢个我嘅方式。而家你见到我唔会俾你走嘅。喂，男仔入嚟，我又系火箭兵团啊！你又系同火箭兵合作嘅？事实上冇啊，直到依家我都系一个人做，最近先同我合作。系边个慷慨嘅慈善家俾你成为合作？可能系冲住你嘅伙伴而嚟。原来，哎，做乜佢变咗百变怪个样？你块面，好啦，百变怪够啦。咩？哇！戴住咪嘅百变怪，翻嚟啦！揾到佢，而家杀咗佢，将佢哋围住。系火箭兵团，退后啦！等阿妈嚟处理。我哋帮手啊，花子女士。我想睇你表演喎，花子，你系冠军嚟嘅，我好想睇啊！你点样表演？又系呢只嘢。哎，睇晒顶。好烦啊！我需要支援啊 ！Need back up。小林同刘丽一定有麻烦，我哋要揾佢。好，逐间房抄。嗯，点解佢喐过嘅佢？好啦，唔好理佢啦。反正我唔缺少少经验值啊呢度。呢只嘢一招都死啦，70咧。就算同等 level， 我可能都一下打死佢。只要我属性冇，我性格冇修正，即系冇减嘅话，其实系冇问题。哇！阿里多斯另一个样啊呢只，不过都唔系好好样呢只，麻麻地。哎呀，有用撑住。哇，咁多人啊呢度，一下死啦呢只。哎，竟然唔死，睇少咗你啊！呢只一下死啦，真系。哇，呢只应该都一下死啦。哎，进化啦，鲤鱼王进化啦，食个药先。弱智训练家需要食药啊！呢度厉害伤药 ，OK， 同埋俾招俾鲤鱼龙壳招趴瀑布先，冇大镬，冇趴瀑布啊！啱先抛逐流水晶尘，可能会冻结你嘅对手，唔系必定咩？沙暴喷射火焰，哇！啲技有啲渣喎，点用啊？李二龙又用唔到龙爪，地震式啦 ，OK， 接招地震嘅学下先，做啲咩佢识啊？可以潜水啊，唔好用潜水啊，仲咁低攻，得60攻咁低嘅，冰冻之风、岩石炮、吸引、逐流，冇其他技啊，岩石打磨、下盘踢、大自烧、劈下冇。报恩有啦，但系报恩应该好低功啊！呢个鲤鱼龙，唉，就咁先啦。狮子，哇，幸福蛋一下死，死！科门人发生咩事？哇，嘿，竟然系大力士，水技应该打死啊！水技竟然打唔死啊，但系唔紧要。哇，我最想要呢只嘢。然之后佢用嘅系水，晴天，晴天咁对同我咪唔夹咯呢一对，因为我水重多。马山顶，啲房冇人呢吓，哎有人啦终于，有好多草啊，发生咩事啊？好，搵咁耐，终于搵到一条友啦，哎，系你，我有名，我叫内特啊。好，退后啊，小智，呢个人好危险，真系嘅，一个师奶都想挑战我，唔好睇小我，系冠军嚟嘅，我嚟对付佢，我对佢咧对马丁做嘅事报仇。马丁，你讲消防员啊，收声，又打多次，又输多次啊，想，喂，好痛下喎，喷火龙、鲤鱼龙啊，我冇水技，啱先醒起，
紧要啦，满足呢只。诶，阳光烈焰啊！啊，阳光烈焰啊！好痛喎、啊，阳光烈焰吓、啊。诶，发光。其实唔系、啊，呢度应该摇多好似尾巴，跟住呢度用换大力瓜，咁呢度拍木步搞掂。音波龙啊，兵器。系呢只近拳，再来个近拳。马骝拉你个近拳。吴公王转重啊，电磁波系嘛？摇尾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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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死，跟住呢用呢只，再用攀木步完场。我唔可以再失败啦，照咁落去我玩完啦，我唔想翻去咧，流落街头咧问人乞食啊！你唔会啊？刘丽啊？你玩完咧，我三个拍到，我拍到到啊！你三个刘丽，你同火箭兵一齐合作，快啲啊！刘丽杀咗佢哋。放 take easy 内，但你唔会再流落街头，点解？呢啲后生真系我嘅特殊战利品。再讲啦，我又唔傻，我点知道一旦咧，我哋杀咗呢啲孩子，你会唔会咧背叛我噶、啊？你走唔甩嘅，哈哈！点解？因为你系个好好嘅老大啊，好大好好嘅 boss。你认为啲手下会为你报仇咩？唉，我收买晒佢哋啦。诶、等先，你真系以为咧阿波罗会因为你系个有价值嘅走狗而帮你报仇？阿波罗，等我话俾你听一样嘢啦。阿波罗过去同我有交集，佢知道我秘密，我都知道佢。佢唔敢同我作对，佢将你送到嚟呢度，俾我处理你呢啲烂嘅垃圾啊！冇可能嘅，佢死咗，哇！小智突见到，小智，系啊，我同你一样咁震惊啊！紧鬼定身，咩话？我喐唔到啊！哈，太简单啦！我估计咧呢个女朋友仔仲未嚟得切提醒你对小男做啲咩？哦，收声啊！个女仔走甩咗，求下你咧放低呢个啦，捉我走，我哋都系母亲嚟嘅。想象一下咧，如果呢件事发生喺浩宇身上会点？都系母亲，你就咁绝情，将你困住。我又喐得啦，佢带走咗我哋嘅精灵，睇嚟咧绝招定身咧，正喺度失效。放你出去，安静啲啊，靓仔。如果唔系咧，我就会割咗呢条脷，就好似对另一个人咁做。比卡，冇个精灵，你乜都唔系吓？咩话？佢睇唔到比卡超，我要休息啊，你一齐啊。唉，我哋嚟咧，哎，放我手。呢个小男嚟噶，喂，新手都冇升职噶，你知唔知啊？使乜咁搏啊？你唔好理啦，你有冇挂住我啊？小男，搞掂啊，伪装大师嚟噶，太好啦，快啲救我哋出去啊！你使乜再大声啲啊？等先，你听唔听到啊？囚犯要走啊！好，呢个系我嘅计划，打破嗰啲船，打破道门啦、啊，水箭龟。呢啲系你嘅精灵，咁我哋咧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唔系生物认领处度工作噶，你估我咁得闲揾晒你啲精灵啊？多谢你，小男咯，你准备好战斗啦！用地震啦，咁我哋咧，你自己跳落嚟啦！你癫咗啊？呢度周围都系火箭兵团啊，同佢打！小南讲得啱，我唔可以俾个仔有危险，我冇事嘅，我系射鹰高于十六强，记唔记得？你觉得冇咗系啊？对唔住花子，你点解咁啊？我可以自己解释嘅。我嘅头啊，比较焦，我记一啲嘢，记咩啊仔？我俾一群猎雀袭击啊！啊！我冇办法接受到呢一样嘢，搞咩啊？搞咩啊？佢个剧情究竟系乜嘢事啊？我都已经忘记咗啦。廿招啦，小天，哎呀，咁都俾打赢我，好在在李如龙喺后面，佢都一定喺下面，仲要打喺度。我哋先帮只大力蛙重新咗先，系啊，跟住接用李如龙试下打。哇，已经打唔到啊！呢只飞行系啊，诶，打到喎，佢唔系飞行系咩？换咗大力蛙，开始唔够打啦。阴谋 ，OK， 唔得，李如龙太高咧，佢学唔到技能而家，有啲麻烦。月爆火暴兽，再见。黑色嘅呢不荷花点解黑黑地喎？呢只我记得用水技打唔到嘅，唔知点解。呢只喷布啦，黑黑地。野蛮老鱼竟然打唔痛佢，我应该系减咗攻啊！大扭一翻，只嘢秒咗我，竟然搞掂。唔得啊，真系开始唔系好够打，唔系好够力啊！只大力蛙，可能只鲤鱼龙要有低升起先得，可能迟啲要捉一只再低呢啲先得。水记死咧，咁你都唔死，阿山顶。
佐罗亚克，哈布应该死嘅，咁都唔死啊？呢只吸风光先，吸风光先，魔法叶叶风唔系话，呵呵，喂醒啦，终于点啊？系咪有 PP 回复真系？我记得我有啊，全部搞掂。冰技，师傅油，哈木布，天然掌冰技，念力土啊，水技，冰技。好，呢只格斗或者水啦，水，水，同命，缓重，催眠。啊，你啊，得翻一只重，但我应该唔会死嘅，因为我有药。我是弱智训练家嚟噶，你唔会赢到我噶。就算你赢到我呢一只，都赢唔到我下一只，因为我有重新药。好，我双打，单打啫。哈伏刀，放咗个防御佢。士刀，继续攀。哇，大爆炸，劲痛。呢只应该我可以快过佢。啊，继续食药。双赢，我太天真啦！阿沙顶，近身拳击，拜拜启步龙啊！哈布，阿沙顶，急凤光线嘅童年系防御形态嘅土龙弟弟。哇！呢启步龙不了，又系怕冰大美纳。好，再见啦，大美纳。哦，落雨？点解嘅？竟然因为火箭兵团的出现，跟住啊个阵落雨啊，哈姆哥，哇，经过鹿变咗魔国鹿啊，有趣，可以回血啊，只要我回到血，你哋乜都唔系啊。OK， 我哋要揾下下一个地方要去边啊嘛，水机，哎，其实我突然间醒起咧，我唔应该。我唔应该唔俾招水技俾你，就算佢系普通嘅特工技佣，应该都要俾招佢，系啦，因为始终佢系水技水系咧，就算佢差极咧，佢都一定唔会差得去边嘅，我谂。好，俾招水技俾佢，跟住就换多招咩俾佢咧？地震报恩劈。大字消呢，佢都识嘅，应该。光翼识唔识啊？唔识。尖石攻击你识啦，咁劲嘅技能，好，唔要跳起，得。咁基本上重要嘅技能佢都有啦。呢个岛上咧，周围都系火箭兵团城，我咧要离开呢个岛啊，呢度太危险啦。但系小智啊，同埋花子仲有阿娟喺边啊？你讲笑咩？我哋冇时间啦，阿娟冇事噶啦，我必须救佢哋。喺走嘅时候咧，当我哋认为你有危险咩，佢哋毫不犹豫救你。呢个朋友小智有啲奇怪，我唔知点解，但系对佢有唔好嘅预感。好啊，咁我都去啦。哇，啊，我仲谂住佢唔去添，小南，点知佢都去？唔会啊嘛？蓝天衣背系什么？大石头，差唔多啦。呢啲咁嘅嘢都系几下就死啦，又系。而家几好升喎呢度。哇，呢只危险，急冻光线先，差唔多。一下被他捉到了，我要死了。夹拉夹拉，呢度真的要咁样翻入去揾佢？应该唔系啊，系呢条路咩？佢一定喺下面。咁应该系喺另一个酒店度，系咪呢一座度啊？真系，诶唔系喎。开个蚊爆水先，太多怪啦呢度。拖怪都好，搵到啦，搵到啦。我系边个嚟噶？小子，我系边个啊？你是小子嚟噶？你同佢一齐旅行，开始你去石英联盟嘅16强，唔使再呃我啦。小子冷静，你都呃我，点解话冷静啊？一群猎嘴袭击咗我，由火箭兵喺上盘市嘅中心袭击咗我。比加超喺嗰次袭击当中，你都死咗嘅。
反击，反击啊，紧鬼！哇，小蓝，终于俾我揾到你四个啦，哇，咁恐怖啊！佢紧鬼揸住小蓝嘅一撮头发，咁以为佢将会使用诅咒，哈，诅咒啊！我哋要杀佢啦，我要做啲嘢，佢会死嘅。有人，哇，迷 Q， 好想要啊，迷 Q， 咁劲嘅精灵鸟有，冇画皮嘅大佬你，你画皮咧？呢块皮咧，大佬唔见咗啊！块皮催眠魔法液食梦真邪喎、啊！呢招技地龙啦，地震哇，好恶啊！你都啊，电磁波你条友仔啊，当我病猫啊！你打得赢我，就凭你，你有地震技可以打赢我咩？你就算有啲咩？咩滚水都烧唔到我啦！滚水，跟住我哋换只最快速嘅蚊香蛙。OK， 用水技，嗨储水。咁我冇得打啦呢度，换翻呢只先。我哋要用呢只打啦我。喂，打得赢都应该。哎呀，咁样反思咗自己。能量球。似紧系咁食梦，系咪低能噶？诶，对我冇任何效果，点解啊？吓，咁佢真系依家系仲系水我系啊？但系佢呢度写龙系嘅，系咯龙字嚟噶嘛嗰个，但系对我无效喎佢。死神冠水技啦，怨恨要用水技啊？同命继续搞狂，跟住用冲浪，哇！烧晒我啲 PP， 地震，拜拜！紧鬼应该地震打中噶吓，应该如果佢有改特性嘅话，中啦！哎呀，犀利，搞掂！催眠术啦，我只眼拍唔开啊，仲有我啊，紧鬼用黑夜魔翼啊，招之，冇人可以伤我到我仔 ，3D 龙我需要你嘅帮助，我哋有交易嘅咩话 ？3D 龙冇可能噶 ，3D 龙同你合作，好抱歉啊，但你唔会明噶啦，你以为嗰啲咁嘅嘢打赢我，用巫术啦，紧鬼，我愿意将我寿命缩短一半，我唔需要你嘅寿命，呢个系交易啊，我紧鬼做咩啊 ？Oh no， 诅咒烟有效 ，3D 龙。偷咗个可疑宝丁，我终于得到可疑宝丁，我可以进化。咩话？呢样嘢就冇用。喂，靓仔假噶，唔系嘛？诶，有啊，进咗化咯。停手啊 ，3D 龙，你唔想俾我帮你个仔啦？好抱歉啊，但系我个仔咧更加重要，快啲走啊！阿 Green， 呢个就系力量啊！佢个行为好奇怪，佢用咗宝丁啊！快离开，佢出现咗啲故障啊 ！3D 龙咧系西尔法公司一个人造精灵。好似可疑宝丁呢第三方会用嘅，会有 bug 嘅佢系统，睇住，等我嚟啦。诶，蠢材，你条火箭咩乱？等一阵先降啦，离开呢度啊，边个都唔准走。快啲啦，咩咩挂，你要走啦。哇，咩工咩嚟噶？即系所有人都走咗，一切都结束，我咩都做唔到，仲有啲事可以做到嘅。杀手酒店，你准备好未啊？唔太讲嘢啊！生咁丑嘅人真系应该咧用充满活力嘅性格嚟撑你，知唔知道我唔打扰你嘅？你系咪要话我又丑又恐怖？你令我谂起个女 ，sorry， 点解？我块面咧俾人谂起佢，一定都好似我一样怪物。佢唔系咧传统嘅意义上嘅靓，佢同你一样咧善良嘅女。你觉得我心底善良？你唔单止系外表嘅粉红，内在美都系非凡。而你拥有内在美，点解加入咧嚟玷污佢？而家退咗都仲未迟，我可以帮你离开，唔使多谢盖伦。所以佢死咗啦，系啊，奈特咧中介系俾咧道馆馆主刘丽杀害，你想咧叫我哋点做？冇乜嘢，长官你派咧奈特咧去嗰个岛系咪知道刘丽？当然啦，我系为咗保护呢个协会啊，佢系咧一个薄弱嘅环节嚟嘅，我哋唔可以俾咧弱者加入精灵协会，太危险啦，真系唔敢相信我哋走甩。小 Queen 同埋小蓝都系我嘅错，收声啦！你哋我咧失去咗个伙伴啊，小智流冇咗，你哋点解嚟帮我？我哋要喺骨子群度咧拆冧呢个分部啊！咩话冇可能啊！
喂，尊重啲啊！我哋小泉因为救你而死，我有理由帮你接手啦。我哋嘅帮助对你最有利。我哋了解火箭兵团嘅女女外嘅精灵同协会嘅。你好，喂、哎，系我阿二啊！太大镬啦！由知道啊，有个可怕嘅风暴，所有精灵都黐咗线，我要你帮手。阿二啊，我唔得闲啊。